今天这个短片来跟大家分享关于 GoPro 10的夜间摄影抖动闪烁现象。其实这是所有 EIS 数位防抖的缺陷，只有严重与不严重。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可以使用三轴稳定器来架设 GoPro， 但是这样却失去了轻便的初衷。所以另外两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分镜的固定式拍法，尽量避免边移动边拍摄。而你只要记住边移动边拍摄适用在光线充足的环境，所以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你带一个随身的补光灯。手机的 LED 灯可能是不够的，你可能需要买一个几百元小型的 LED 补光灯，来改善光源不足导致闪烁问题。其实这个观念像是回到了以前玩拍照的时代。如果夜晚拍摄，尽量避免人物过多的晃动或者移动，甚至需要使用到三脚架来拍摄。因此 GoPro 10在这个摄影的年代，录影的防抖功能仍然存在一些缺陷，手机相对也是如此。如果你的手机可以关闭数位防抖动，或者可以开启数位防抖动，分别会有两种状况。一，如果你开启数位防抖动，势必会面临画面被裁切，画质细节变差，颗粒感变大，粗糙感较明显。二，如果你愿意关闭数位防抖，你的画面广角不会被裁切，画质细节相对好，闪烁问题也不见了。这就是目前在2023年，录影工具虽然带给你轻便的拍摄过程，但是你相对的在昏暗环境下有一些困境需要面对。我最后的解决方案会尽量采取分镜拍摄，避免 EIS 数位防抖的缺陷浮现。虽然不用可怜到9年前要架设脚架，但至少手拿好稳定的拍影片是必须的，而分镜的观念与知识也是必须的。不过既然如此，还是建议各位，如果你在昏暗环境有得选择的话，最佳方案三轴稳定器加 GoPro 或者手机，三轴稳定器加 GoPro 加补光灯，就能让你把夜晚的移动拍摄升华到满意的水准了。那今天的摄影小技巧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这是我这半年多使用 GoPro 10的心得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留言讨论。